好，来，咱继续啊。这个是我总结的这个多态的概念啊，发给你啊。代码文档啊，这个发给你们自己整理不行吗？啊？没什么用。哪个没什么用？来，你再回顾一下这个。类的继承是不是有两层意思啊？类的继承是不是要改变跟扩展的？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为了咱讲的第一种继承？第一种继承是不是为了解决代码的重用以及可扩展性？对不对？对吧？那这个多态实际上就是类这两层定义的一个具体实现的一个机制啊，具体实现的一个机制啊，就是你改变跟扩展是不是子类一定要去有机制去体现出来啊？对不对啊？就是一定要体现出什么？体现出父类里面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我到底继承了父类的哪些特性？是不是得有机制把它实现出来？这个实现机制就是多态啊。好，来，这是多态。完了以后，咱刚刚是不是讲了封装啊？对。封装，我给你总结一下哈。封装分成这么几个层面的封装。第一个层面的封装，类是不是就是麻袋？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封装？对于类的调用者来说啊，本身就是一种封装哈，他看到的就只是一个类的这个麻袋啊，这就是一种封装哈。第二个层面的封装是什么呢？咱刚刚是不是讲了？对不对？在类当中是不是定义私有的？私有的属性，对不对？然后这个私有的属性是不是只在类内部使用，外部是不是无法访问呢？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封装哈，那怎么样去实现这第二个层面的封装呢？刚刚咱是不是讲了两种约定，一个是单下划线开头，是不是一个是双下划线开头的，对不对？但是这两个是不是也只是约定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来限制你的访问的，是这意思吧？啊，并不会真正的限制你。那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封装啊。来，第三个层面的封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装啊。第三个层面的封装在哪儿了？啊，在这儿啊。第三层面的封装，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封装。封装的本质是不是就一个装一个封啊？装是不是就把东西是不是装进去，对吧？封是不是就隐藏起来的意思，对不对？那隐藏出来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不让外部知道，对不对？隐藏的概念是不是要区分好内外？我是内部的，我内部是不是可以用？你外部是不是不能用？对不对？这个地方你可能不知道哈，我给你补充一下。你来看，这个是不是咱用语言层面的约定？是不是不让外部去访问的？外部直接这么去访问，是不是确实也访问不到？对不对？这是一种约定哈。但是你看，如果我在这个内部，我要去访问，我定一个函数啊 ，get。star， 来 ，self 点杠杠 star 能访问到，这是不是在内部去访问的？对不对？你看我外部来访问的时候能不能访问到 ？p 一点就直接外部直接这么去访问，是不是肯定不行？对不对？对吧？然后这个是在哪里面实现的？这个方法是不是类内部实现的？所以说这个。实例是不是可以就是曲线救国呀？它是不是可以通过调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不是处于类的内部？它类的内部自己是不是可以找到自己隐藏的那些东西？是这意思吧？那这样能不能找得到？啊，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地方错了哈？把它注释掉。来，你看能不能找得到？是不是可以找得到？能懂吧？这是不是就区分内外了？我不是在给你讲这个哈，这个一会儿咱还会具体再讲它，我现在给你演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内，不要管它了，这么写哈，我写到构造函数里面可不可以？可以吧？构造函数是不是一执行它就会触发呀？对不对？来，我在这个写到构造函数里面哈 ，self 点儿杠杠 star。
来，那么好问道，来，你看你一实例化哈，来不用不执行任何东西，是不是只做了一个实例化，对不对？来一实例化，一实例化会触发谁的运行？是会触发刚刚 int， 刚刚 int 里面做了件什么事？是 print self 点 self 点是在做什么事？是不是来调用刚刚 star 这个属性啊？我操，刚刚 star 不是不能用吗？这是在哪调的？这是不是在内部调用啊？是这意思吧？这样哈，我要给你阐述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封装是明确的来区分内外啊，在内部就能直接使用，懂吗？在外部你就调用不到，这叫封装，是这意思吧？你想你要藏东西，你藏东西的一个本质是要干什么啊？你是不是藏一个东西藏出来 就藏了一堆黄金，对不对？你藏完了以后，是不是你藏的目的是不是要让自己知道？是不是别人不知道？你不能说藏完了以后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了，对不对？是这意思吧？所以说真正的封装是明确的区分内外，内部就能用，外部就不能用啊。你看第二层面上的这个封装是真正意义的封装吗？刚第二层面是什么意义的封装啊？说什么第二层面的是不是通过是这个定义，对不对？把属性是不是定义成私有的，只有类内部能用，外部是无法用，对不对？于是咱刚刚讲了一个怎么样去实现第二层面的一个意思呀？怎么样实现？一个杠开头跟两个杠开头，是这意思吧？对吧？用这个去实现。那实现完了以后，你会发现 Python 有没有真正的去限制你？内部是可以这么访问啊，外部你这么访问啊，什么好像也访问不到，对不对？但实际上我外部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访问到？是不是类名加什么东西啊？杠杠 star 是不是也能访问得到啊？所以说第二层面的封装是不是也只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也只是一种约定而已，是这意思吧？啊，只是一种约定而已。那第三层面的封装啊，再回到咱刚才那个定义啊，这是一个大的概念了，明确的区分内外，内部的实现逻辑外部无法知晓啊，外部无法知晓。然后并且呀，你看哈，外部无法知晓，怎么说呢，你可以这个为封装到内部的逻辑提供一个访问接口供外部使用啊，就说这个属性你是外部是不是无法直接访问了？咱刚才是不是定义了一个是不是刚刚 star 外部是不是无法直接访问，对不对啊？无法直接访问，哎，你可以怎么做到？我是不是可以定义这么一个方法啊？ get star 这个方法，然后在这个方法当中调用，这就属于什么调用？是内部调用还是外部调用？是不是就内部调用了啊？所以在这个内部是不是可以直接调用到？那你开辟了这个方法是不是不是隐藏的，对不对啊？那外部是不是可以 P1 是不是外部的东西？外部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通过调用 get star 这个方法，然后去曲线的找到你隐藏的那个属性，是不是这意思啊？能懂吗？好，能找得到哈。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什么东西呢？它叫做接口函数啊，叫做接口函数哈，就是或者你叫它访问函数啊，或者有人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叫访问函数啊。用来干什么用的？是不是用来给你看你是不是把它是不是封装到内部呢？是不是封装到类的内部是不是变成私有的了，对不对？外部在用的时候没办法直接使用，于是你是不是挖了，相当于在这个类上面是不是挖了一个坑？这个坑是不是帮咱实现了是不是一个访问的操作，间接的访问了？能懂什么意思吗？好，这个哈，这是它，你是不是可以通过它巧妙的完成一个给外部去看的这么一个效果？在这里面，当然你是不是可以控制什么东西呢？米黄，你这个地方你可能定义了是不是一堆，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我开这么一个接口啊？我开这么一个接口，是不是我只给用户开这么一个？可不可以？这是不是就你控制的？
你是不是控制好了以后，我给你用哪一个，那你就能用哪一个，是这意思吧？是。好，那这个哈，叫结构函数，咱提前提了。来，再来看咱这个第三层面的哈，明确区分内外，内部的实践逻辑，外部无法知晓啊，这不是本质，这不是咱想要做的事儿啊。你做到这一步，是不是只是把东西给封起来了？是这意思吗？封的一个目的是要干什么？封的一个意思是不是要隐藏起来？是不是不让别人看到？但有一些啊，有一些你看哈，不要去想这个实际当中的例子了哈。你来想，你现在是变成开发人员了，你有一些属性是不是要封装到内部？像什么呢？像这个哈，来看，我这定义了个什么东西呢？这个例子也不好，这个来看啊。哎，首先我定义了一个叫什么类，是不是 room 类啊？那 room 类 room 有什么属性啊？名字、拥有者，是不是还有宽高、宽长，是不是高啊？然后我把这个宽度、高度跟宽度、长度，是不是高度都变成什么了？这变什么了？这是不是变成私有的了？外部是不是访问不到？对不对？你看我通过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定义了一个 tail area。这是做一件什么事 ？return self 点 width， 然后 self 点 length， 这样实现一个什么效果？是不是求面积啊？求面积，你看哈，用户来调的时候直接调 re 点 tail area，tail area 是不是直接去调你隐藏的那个属性 ？width 对不对？跟这个长度，是不是最终是不是计算了一个面积？是不是给我返回了？对不对？你看你现在做什么事，咱来捋哈。你是不是首先完成了一个在类内部做了一个封装？封装的一个本质是要把这些几个东西是不是藏起来，不给外部看？但是外部有没有这种需求？是我要用你里面这些数据是完成我特定的功能？有吧？有，但是你还不想给人直接看这个宽度跟长度，是这意思吗？对吧？你不想给别人看，你看啊，就这种效果啊。我擦，这是什么？示范一啊，好，你来看。首先呢，我定义这么一个 room 类，然后完了以后啊，先不要管它哈。我一实例化以后，现在我有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我要让你求面积，可以吧？那求面积怎么求？你都知道是不是求面积？是不是就长乘宽呢？那于是有些人那求面积很简单，就是 r 一点什么东西了，杠杠叫什么？叫 width 对不对？对吧？然后乘以什么 r 一点杠杠 length， 对不对？这两个是不是都是我这个实例的这个什么属性？数据属性对不对？是不是这么做是不是就求出面积来了？对吧？然后我给他一个等于 area， 是不是很完美？对不对？那但是你这么做，你看有什么现象出现？是报错了？为什么会报错？因为我定义的时候，我作为类的实现者，他不想给你看到我这个房间具体的宽度是多少，具体的长度是多少，对不对？类的实现者是不是把它给隐藏起来了？对不对？作为类的，这是类的什么东西啊？是实现者还是使用者啊？这是不是类的使用者啊？对类的使用者来说，他是不是又想去完成一个访问你那个宽度跟长度的这么一个属性的这么一件事，对不对？那这两者是不是就形成一个矛盾了？类的实践者想要把它隐藏起来，不让外部访问，外部又怎么办？外部是不是又想访问？那怎么样办？怎么做？怎么做呀？刚刚给你讲了一个什么？是不是定义了一个接口？是不是开了一个接口啊？这个接口里面可不可以直接访问？可以。可不可以访问它？可以吧？这样，外面作为调用者来说，可不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接口 ？tail 点 area， 那一运行是不是直接就完成啊？你打印一下哈，是不是直接就完成求面积这件事了？是这意思吧？
这样是不是就有效的去怎么办呢？是不是化解了这个矛盾呢？能懂什么意思吗？化解了这个矛盾，并且实现了咱真正意义的封装。来，再来看什么叫真正意义的封装哈？真正意义的封装啊，这第三在这儿。来，我跟你说，什么叫真正意义的封装？真正意义上的封装，不是停留在封装这个层面，懂什么意思吗？你看哈，老多人都爱犯这个误区，犯什么误区呢？封装就是把数据封起来，是这意思吧？就是把数据封起来，于是他怎么办呢？他有一个属性，他这连想都不想哈，连想都不想，他直接就把这个属性直接做成一个私有的，是这意思吧？做成一个私有的了，完了完成封装没有？完成了吧？是不是外边访问不到了？对不对？然后某一天你这个，比方你在做一个产品啊，发展着哈，突然间你发现，我操，这个属性不应该定义成私有的，它应该拿出来，应该给，因为外部我的使用者老想来用我这个，就现在的那种需求，外部的使用者是不是老想去调？就现在没有这个接口函数了哈，老想去调用宽度，老想调用这个长度，因为它可能利用宽度跟长度是不是计算面积，还可能利用宽度跟这个长度还有高度是不是计算体积，也就这个属性本来应该是被频繁使用到的，应该就不应该做成一个这种私有的，不应该被你封起来，对不对？是这意思吧？对吧？但是你之前你就只停留在封装的字眼上，你只考虑到啊，我封装我就是把数据隐藏起来，你没有考虑到你封装的本质是不是要给用户去用，是不是这意思？你封装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把用户用不着的这种东西装起来，把用户能用到的是不是给用户开好这个口子呀？是这意思吧？所以说你没有经过这种深思熟虑，直接把一个属性就变成一个私有属性，这样就会导致你的产品发展到后期啊，你会怎么解决呀？定义成私有的也没问题，对不对？但你后面的你会怎么办？修改是不可能的，修改是不可能的哈，装饰器也不可能。我刚才只给你讲了一个什么方法，是不是定一个接口函数是不是可以实现的？就你可能后期你发展的呀，这个属性可能频繁的被人用到，那你只能怎么办？是不是再定一个接口啊？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返回给别人？对不对？你不能直接在他身上动啊，你直接在他身上动，这段代码怎么办？你告诉我，他的逻辑是不是又懵逼了？是不是就报错了？所以说你后期我给你产品你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你唯一能实现的就是怎么办呢？就是属于这种亡，不是亡羊补牢哈，就属于在原有的这个类的基础上，本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对不对？你是不是只能通过定义接口的方式，是不是去给别人开口子？这就相当于在挖洞，你知道吗？最后会把你整个类打得千疮百孔。一个接口是不是相当于打了一个洞？通过这个洞，你是不是能通过这个洞，你是不是能看到里面隐藏了什么东西？是这意思吧？你这么做就属于你停留在第一层面上的一个封装，就只是在就封装而封装，没有考虑到你这个数据到底应不应该被你封装起来。啊，没有考虑好了，意味着后来你就只能去通过这种 low 的方式哈，去不断的去开口子。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好，只是说你如果滥用的话，你的类就会被你写的乱七八糟的，啊，会写的乱七八糟，会写的非常非常的复杂。你看哈，这个东西实际上直接本身你是不是就不应该是不是做成这个，是本来就不应该有它，是不是这意思？本身在做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应该考虑成这个宽度是隐藏的，是不是这意思？你告诉我，宽度有必要隐藏吗？是不是没必要隐藏？长度是不是也没必要隐藏？高度是不是也没必要隐藏？这东西没必要隐藏的，一定是不要去做这种事儿啊！不要去做这种事儿啊！怎么了？对，对，是这意思。我跟你说哈，刚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就首先要注意这一点哈。你实际上你面向对象的东西啊，你写的越早，你这个程序到后期你就死得越厉害。你不应该先下手的时候就直接就开始写面向对象的东西啊！你到时候做你工作的话你就知道了哈。
那个，然后再就是什么呢？然后再就是你写的，你最开始在写面向对象的时候，你不应该就直接就这个东西就立马就想着就把它做成一个 SEO，能懂吗？就怎么做 SEO 的，是不是就两个下划线开头或者一个下划线开头，是不是都行？对不对？对吧？你不应该最开始的时候就你一定得想好了以后，它确实是一个私有的，确实应该对外部隐藏起来。你比方说什么东西呢？这个你老师的那个什么东西呢？工资对不对？这东西是不是隐藏起来？外部是不是不应该调？对不对？啊，你应该是这种东西哈，考虑好了以后，你才把它隐藏好了。隐藏好了以后，这个。你如果后期在用的时候，你唯一的解决方式也只能是利用那个访问函数的方式给别人开，懂什么意思吗？如果你封装不好，意味着你后面你这个接口啊，你得就这种访问函数，你得定义老多老多，是不是这意思？所以这意思啊，我跟你说哈，这个东西讲到这儿还没完，还没完哈，我只是给你提了一嘴哈，这是真正意义的封装啊。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呢？啊，面向对象进阶，咱就会讲哈，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封装远没有你想的第一层意思那么简单。啊，老多人是不是就理解到这一层了？对吧？所以他就想哈，面这个封装很简单哈，实际上封装是一种是一个思想哈。来，你接着往下看哈，完了以后啊。这个地方就我说一嘴哈，就 Python 为什么不是严格意义上对外属性的这个就给你限制住了，然后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哈，这个归叔啊，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可能就考虑到老多人都滥用封装，滥用封装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成我根本就不严格限制，不严格限定你的这个数据的访问哈，来。看这个，刚才是演示完第一个，我看第二个写的什么哈？好，这个就是什么东西了？就你后来你的需求是不是又变了？你求的是什么呢？求的不是面积，就咱这个函数啊。你一开始是不是求的是面积？那后来想要去实现求体积呢？怎么办啊？是不是再改一下代码就行了？对不对？self 点什么？再乘一个是不是高度就行了？这样对于外部的一个使用者来说，他的代码是什么？代码是不是仍然是 tail area？他是不是完全感知不到你内部的这个逻辑的变化？对不对？你运行是不是它就变成现在是不是就变成求什么了？是不是变成求体积了？对不对？这就是封装的思想哈，内部就是内部，外部就是外部，内部怎么做的，外部不用去考虑，懂什么意思吗？这叫封装，能懂了吧？好，所以说。不要，千万不要把封装想象成某一个具体的一个技术，什么具体的技术啊？看刚才第一层，怎么第一层那个怎么说的？第一层面的这个封装怎么说的？类就是麻袋本身就是一种封装，对不对？所以有人就理解说这就是一种封装，这是不是就把封装当成一种具体的技术去看了？对不对？我 class 定义一个类里面来定义我的那个。数据属性还有那个函数属性，我定义完了以后，是不是就完成封装了？对不对？能懂吗？这一层就它是它的这层是不准确的哈，不精确的哈。完了以后还第二种，是不是通过咱那种约定的方式去实现这种封装？对吧？这也是哈，它只是一个约定，没有真正的去约束你的这个访问啊。而且这种封装啊。这种封装是不是也是在就封装去做封装？是不是这意思？你是不是只是在想我怎么样把数据做成一个私有的？这一层面是不是只这么去做了？对不对？好，这两个都有不足哈。基于这一层啊，这一层的意思，你应该再加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你封装啊，应该充分的考虑好内跟外。啊，内跟外哈，然后给用户设计好这种接口，设计好这种访问接口啊，好吧，大概理解到这儿吧哈。如果你实在觉得理解不过来的话，那你就理解第一层面吧，好吧，反正你跟我是有距离的哈。好，来，好，对，就是装逼，来，
啊，做一做你就知道了哈，做你做一做开发你就知道了哈。这个是第三层面的哈。啊，这第三层面也是真正意义的封装哈。然后完了以后来看还有什么，好，没了。对，然后这个先我先暂停一下哈。